LG 是不是很好 ？LG 就是传说卡 ，LG 就这个。现在请多指教。它没有贵。各位观众好，我是欢迎来到我们的 Shadowbox Ever 的开箱耶！请问我刚刚念的有对吗？没有，你要说欢迎来到最新一期的开包炸鸡，大包来比比，我们很久没一起开箱了，确实啊。那今天开的是我们的，就是最近新出的卡片，是我们的 Shadowbox 的那个实体卡，这样。对，新游戏，对，新游戏。那今天的状况是这样，今天我们是跟羽毛有约合作耶，谢谢。强啊！对，威哥好帅，威哥，谢谢威哥，谢谢威哥，感受没看到那么帅的。蛋蛋，你说配率是多少？配率现在是两张的加工版主战，然后跟三张的 UR 卡，这是里面的大奖。那今天很简单，就看谁开的最多，最输的有处罚，把这个喝完。不，便宜的大奖也算吗？还是我们比价格？我比价格，比价格，好，然后把这个喝完，这样。把这个喝完，这是一个，一个人是不是？还剩一点点，还好。你要喝完好不好？一口，好一口，一口，好，好一口，真的很，那个看起来好恐怖，对啊，这个，而且是沉淀的那种状态，就是最下面的都是最苦、最浓稠的，是猥亵。然后一人就任你五盒，五盒 ，OK， 完了，我捡剩的，你捡剩的，我不相信自己啊！你说开到最烂的要喝哦，最烂的要喝，我们就比实价，他是哪几张比？就那五个，就那五个比，哦，所以有人只没有抽到就直接是最烂的，没错，是不是要美工刀？你有没有多一点美工刀？你要不要偷看我的？然后这个不太，这个没样子哎，好正，他现在很贵，他就喜欢这种，他梦魇的那个蛮重要的，多少？叫凯尔贝罗斯。哦，看到没有？当初版本真的超好用，他妈超强。他现在也超强，这个哦，现在实卡，在实卡也超强，看起来好骚，确实，而且还有主战者头像，玩完了。所以大家有兴趣，其实都可以去羽毛有约去打打牌这样。因为我最近也想集熊大游戏王 ，Shadowbox 也有实卡这样，这是有料的吗？他看到没有是可以给你，他家大概是六百个价格。这样开一包就六七百，他家六七百差不多。哎，我这样开一包就六七百。没有，他传说卡。哦，是哎，这个是五张其中之一。不是，我们没有，我们只比五张，我们只比那五个。会有什么看边就知道？背后就知道了。其实你一拿到，很明显，很一个空隙，超级明显的。然后主战者卡背是白的。哎，这个卡图卡好可爱。不会是开一箱？开完一箱的人在这里。主战者就一定是有料的。有便宜的，我跟你讲，这个远在日本的阿杰开到了最便宜的主战者，3900日币。我开了个乙姬这一张，哇，刚刚开到高版本乙姬，我靠，这张一千出头，它不是那几张之一啦，对，它是碎钻，哇，哎，这个也好漂亮，好，这个高版本乙姬哦，1000块，差不多一千入手，哇，1000台币左右，好扯哦，哎，那现在这个开的 CP 值感觉很高。开的好的是赚烂，开的烂的是真的很惨。啊，这个也是有料吗？进化的啊，这张也七八百。哦，对，就你刚刚，我刚开，你刚刚那张进化，是那个，这张开到了，也是七八百，差不多。什么鬼？为什么？我是看是开钱哦。主要是开钱。对，操，不是现在一盒难求啊。那个很屌，那个开就七八百，差不多七八百。太乐死，不开玩笑，差不多。那么开钱呢 ？LG 是不是很好 ？LG 就是传说卡 ，LG 就这个。谢谢，请多指教。它没有贵啊。哇，这个好正哦，我就来一个，开一个，开一个，不得不赞叹啊 ，CY 的美术真的很屌啊，确实，好正哦。哦，是你吗？是你，放下，来了，来了，好玩游戏，好玩游戏，每天要玩吗？每天要玩，那你呢？可能还要在后面一两张，你绝对知道是他。好，我绝对知道。谁？没有，还没，对，还没。对，走多久？因为他有点，哦，在，哈，还没，谁在？一定有东西，信我。在。哇！我靠！第三张了吗？有！我操！是这个法路特的，有现在最贵的一张。我刚刚在休息的时候查了一下，他现在涨到29000日币。哦，29800日币。这张是威哥说他想要的，1500。他说希望我们可以开到，我们开到了，太强了！哎，我这个礼拜开到第二张了，对，好猛哦，因为他第一张开到卖我，只有威哥联络方式。我有拿我手机吗？我有啊，没有啊，那张我要说啥？
先定的哦，谁抽到？等等，我抽到了，抽到了，跟鬼一样。我好像不用喝了，确定不用喝了。好像是，我基本已经确定不用喝了。他应该不会是最烂，不会不会，那两万九千八，他应该不会是最烂。如果你现在全部共估，哎，我没有卡到，不太可能。就是你共估，你也不会。我没扎了，不会输了。我完了，我不要了，苦差。所以它一盒的最低配率一定会有什么一闪或什麼闪卡是一定有啊。你那个吧 ，LR 什么的吧 ，LG 传说一盒有六张还七张？哦，对 对，就这种。没有，这是 UR， 这是高版本传说。这是哦，對一箱只有三张。哇哦，这个是三张。传说金卡那种？哦，没有，比传说金卡还高级。真的？对，啊，比传说金卡还高级。对对对，那真的很有料。最后，对啊，你要抽？姚刚抽三张，他已经抽两张了，我已经有两张。我刚刚卖他一张了，为什么你那么喜欢他？因为很好看啊，这张很好看啊，我也超爱这张，这张是真的贵了，是喽，这张是真的屌哎、欸，我也开了个屌的，有一张开了，这个就是他几毛钱啊，露西法是现在、哦、现在是露西法，算是最强的中立单卡，怀念了我的天、哦，中立单卡最强，对对对，抱抱博士哦，对对对，可以这样，露抱抱露西法，好怀念。我只会讲包两千块，高版本露西法，给大家一下。你用了这个封面怪啊？不是，这封面怪，哎，对，封面怪，它是高版本的露西法，税赚版本的。它现在是差不多台币大概1900-2000左右。这些是钱哎，这钱啊，小没有啊，这怎么亏？第二盒，作弊是不是啊？没有，很多人开然后开不到这些东西，我只能这样讲。什么？我只能这样讲，真的作弊啊！那我们真的运气很好。哦，这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第二张玉娃，可是这个是稍微便宜一点的，稍微便宜。这个加上9900，好啊，都9900，这好好看啊！哎，它叫它叫什么名字？它叫玫瑰皇后。它为什么便宜？是因为它真的不厉害。可是卡图是好，卡图超好看，我超想用。卡图超好看，效果是什么？它像是入场曲，然后把你的小妖精会变成这个二打三的法术。真的好好看哦，真的。这样而已。对，变二打三的法术。对，然后它真的不是它八费，重点是它八费太高费了。太高费了，对，太高费了，真的不强。来了，这张就放你那了啦。好哎、欸，好哎、欸，好玩游戏。所以你要组哪一副？龙族啊，对啊，龙族啊。现在 T0会组哪一些？现在虽然它有限量版，可是它还是一个新的游戏，对。所以目前说真的，环境看下来，我是觉得都不太准啊。哦，对对对，大数据不够，对，要等原饼图啊。现在原饼图就是每一天换一个商品。那我还是玩实体法师。现在它的实体不叫实体法师，它叫梦，它叫梦魇。对，因为它跟吸血鬼合并成一个职业。哦，我喜欢。原本是电子版是几个职业？最一开始7个，后来再出了一个变8个。然后游戏这个卡实体版是原本7个嘛，然后它有一个合并变6个。对，这样很香，可以分享给大家。七 A 之气。这样是真的不错，看你看 CY 的美术真的是，美术真的是屌牛逼到爆了，而且我觉得他有一些卡在原本线上看，我觉得还好，可是他做成实卡之后，我觉得特别漂亮，收集程度超高的吧。然后这一张也是高版本，这个是税赚的白 C， 我们都叫白 C 吧，白 C 吧，对，这张也大概是1000多。看这为什么动不动就是要1800啊？这怎么亏？就目前卡价贵，有一个最大原因就是因为货太少，这边好用，对。谢巴丽丽，那我们这些非洲人这边聊自己聊自己的臭油仔，我看不到。然后哎，这是有料的吗？有边哦，主战那边的主战，主战边，主战边，那主战边确定白的，白的对，主战边，我这自己看就知道了。来喽，主战边，那我我不要喝苦茶，不一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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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不一定哦。最后一张，陆大，陆大，陆大，三二一，谁？这什么？不是陆大。伊利斯哦，这是有价的吗？还可以，主教还好，玩的他好像是偏还好的，对，偏还好，对，他叫伊利斯，这个我要确定一下价钱，我现在没办法给你确定。好啊，都这样啊。它是 token 的厚度哦，哦，对。完了，可是趁趁还是先，至少先不用喝。我发现姚哥还在那个喝的范围。姚哥有中吗？没有啊，姚哥中谁？姚哥九，对啊，他有中玉宝啊。哎，趁趁中，我主蛋。我猜他们两个应该差不多。啊，蛋蛋，我过一道翻呢。啊，现在是我对不对？对啊，我两万九千八。没有，不会不会。目前还有 EUR 一主蛋。对对，还有还有 EUR 一主蛋。我怎么可能五盒没中一只啊？对不对？他出主蛋就不会出 EUR 了。啊，对，那一盒就不会了。哦，你还是有觉得出那种贵1000块、2000块的贵卡。不是，小安，你要不要坐这？
你可以过来看我一起开，还是你要给我开一盒？哎，救你吗？救我，救我，小兰，救我！哎，你小心一点，他到时候没有东西就说，对啊，你要开了一半，我就把喝，那是很危险。你说喝苦茶部分，对。哎，干嘛？这是这个有的有，这个有料，这有料哈，梅林。哦，这是高版本的梅林，对，碎钻的梅林，大概是七，没有，700多，七八百，一套1000是不是？一套1000多，哎，七八，可是这样很好看，对，碎钻是蛮好看的，而且这个是强的，是 LG 的，哎呦，你的是什么？就它就是普通版，然后跟高版本，对对对，然后两张都是这个大概进化后的，这400-500，然后这700-800，嗯，最后一个，哎，这是空隙吗？你没有，你翻有可能只是刚好那张比较好，所以你把它转到后面看一下，转到后面。看一下背面，看背面，好像不在我这里。啊，哎，主三边，确定主三边。谢谢大家。我好像知道是谁了，对，因为我看那边太明显了，我好像知道是谁了。你没有那么紧张，那是不是？对啊，那是不是？没有。是贵的人之一，应该是。如果是那张的话，就我看一下边，我看看我看不看得出来。哦，你一定看得出来，秒看。我看一下边，你瞄边，你眯个边就好。哦，知道吗？知道吗？就只有那选择吗？对，那时候那个选择。嗯。来3321，谁啊？那个亚里沙吗？他现在大概是16000-15000日币哦，攻球侠嘛，嗯，球侠是我抽到的。哎，这个闪卡率很高，两个主战都给我抽了，每一包都有哦，闪卡率超多的，他闪卡超多，两个主战都给我抽走了。对啊，黑鱼，那我今天应该是爽，不一定，不一定，看完了，好了，我开完了，那我就是29800。哎，我有开到一个这个，这是碎钻的，也是1000多。还是我们现在开始算细？他刚刚几项？这个屁啊！还是我先离开，先离开。突然被叫进来，突然要背锅了。1000多。哎，是你吗？是你吗？可是哦，鱼网吗？鱼网啦，鱼网。可是是诺诺，那个倒数第二的。对啊，恭喜宇哥。多少钱？那个诺诺的实验室，因为他应该是现在强度不够吧？对，强度不够。我们可以看他的原型啊，他是土法用的。啊，对，土法用的。所以目前看起来谁价格最低？一定是你啊！他两张，他不是他一张就打赢你了。我两个主战，他还两个主战呢。确定一下子，哎，这个29800，抱歉，这29800。然后这是12800。哦，因为我记得他很贵，29800。屌虐了，所以我们的诺诺，哇，两张主战都你开的，我们诺诺嘞，屌虐。哎，五盒拿两张主战是很夸张，因为一箱就没有，他才开四盒。看，我就说你开四盒吧，确实，就在我们这边，确实。哎，你们就是有邪念，看不懂的开最好穿你妈。那等一下就看懂了，他要看懂了，他看懂了，他是29800。诺诺虾7900，那也很好啊，但应该是比较偏便宜的伊瓦卡。对，好，然后姚哥是9900日币，所以他赢。哦，差一点。那我们现在开始算细项，细项你不一定会赢哦。我刚转头看很多，看很多龙妹哦。哦，对不起。哎，结果我是开最贵的。你是哦，我们烂死了，来吧。很苦吗？我觉得它不苦，但它难喝。你们听到后尾，我已经问你要不要来。哎，它不是透明的，它沉底的哎。哎，它是像米浆那种颜色。哎呀！谢谢你陪我开。哦，鼓起勇气。好学，你要喝吗？我不要，不要。哈哈哈哈哈！没有你的人生苦，没有你的人生苦啊！因为平常酒喝太多了，这个不算什么。啊，这很苦吗？没有你的人生苦，哇，你是鬼，完了，人生太苦了。他是不怕苦茶的类型，不是人生更苦。这真的不会苦啊？没有，他们之前试过，他们觉得不行。我们完全没办法，真假的啦，完了，比较尴尬。他小兰是不怕苦的，这个哪有人生啊？目的是多么的，这真的还好啊，确实，你看起来也没有怎样啊。他喜欢，嗨。那感谢大家收看，那我们今天谁看秀？陈真多少？你的总价值目前你头上就跳？哎，4万多哎，29800加12000吧，12000差不多6万的啦，差不多6万日币。没有啦，你这怎么算？跟正价，因为刚刚亚里沙我讲错，亚里沙是2万，对啊，4万多。4万多。啊，姚哥的那个是9000日币左右，然后你的那个是29800，看你。那我们的这个是7000多。七千多。哎，你们三个是我开出来的，还不是你开？你自己一个人。我们哎，你们差点可以追过姚哥，差两千块，差两千块，还是这边就直接来算一下路西法估。妈的，开始看。我们感谢羽毛有约的老板的我们威哥，谢谢。
谢谢他给我们开箱，谢谢。有兴趣都可以去羽毛有没有打牌，然后我下方也会放那个他们的虾皮，大家可以想要买牌之类的，单卡点起来喽。没错，直接点起来，直接开买这样。然后 WS 游戏网什么都有，欢迎去买，欢迎去买。啊，未来的话应该也会出一些 Shadow Base， 我控制不清 Shadow Base 的实体卡牌的一些影片这样。确定吗？确定啊，对战啊，对战。我觉得教学我可能不擅长，你要确定啊？对战我可以，你要确定啊？我的教学说请看单单影片。好好 ，OK。然后对战就我们自己对战就好。对对，大家喜欢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然后可以订阅小蓝频道，然后订阅 ODA 频道，耶，蛋蛋频道，没错，现在 Shadowverse 想要组牌可以看他的频道，我都抄牌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我们下部片见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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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各位补充一点，补充一点。好，那就是他家有卖这个玉组啦，那他玉组大概是400-500左右，所以上面的封面图一定会有啊。对，就是上面的东西，它会有一个基本的主战者的这个卡给你刷，然后还有很多的头款卡，然后最主要是它里面有一些卡，玉组包对补充包里面看不到的，对，因为它是有点类似线上版本，我们是叫做这个基本卡啊，基本卡，对，它基本卡都在这里面，它有六种职业让你选择，对，六种职业，所以如果想谁，我应该会玩龙族，我玩梦魇，我要玩梦魇。啊，他是皇家嘛？凯尔，我都玩，他是都玩。你想玩凯尔维勒斯？哎，想玩谁？巫师啊！哦，你是玩巫师派的？他是台湾法神哦，台湾法神。